2点钟，啊，大概从11点半，啊，大概2个半小时，11点半，1点半这样，然后看到1点半嘛，对不对？12点半，1点半，2点。2个半小时，啊，到这个梯子了，啊，这个就是喜多利断崖的梯子，哎，终于可以休息了，啊，啊，好累，啊，到现在还没有大休息，哎，从那个新停车场到现在还没有坐下来，哦，好了，上去看看。哎呀。